好可爱，我都想跟他穿迷你装了。每件衣服上面这个腰头都是刺绣，展示一下这个细节，刺绣的真的很好看。今天穿的这么像个男孩子呀，小 K， 小 K 啦。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去趟渔人码头遛娃。你在看自己吗，宝贝？对。然后看今天的穿搭，个 Celine 的小外套，然后下面是 Ogode 我新入的神裤，就是那种很肥很肥，但是这样看还挺显瘦，走的时候走路带风的那种感觉。裤脚很长，我在想要不要穿一段时间再去改。又买的是27的，所以说这个腰围很肥，就挺舒服的吧，穿着。我打算一会儿去渔人码头溜溜弯，带阿姨和宝宝去转一圈，晚上就吃一家叫 Sushi Kiwami 一个 Omakase。 后面是下期购物分享即将分享的一些衣服们，就很亮对吧。我们现在刚到渔人码头，然后在车里稍微等他一下，因为小宝贝在喝奶奶。Hello， OK 啦，他很认真看在看外面。我要了那个正常那个孔，然后这个是华夫饼，然后它是两个球，一个白巧树莓，一个榴莲，我是一如既往的巧克力，好吃吗？满意了。榴莲加白巧树莓。小 K， Hello。1 week later. Hello， 要回国了 ，OK 啦，开心吗？看来你很开心。谁那么乖，宝贝？Shifted paradigms. Go to Hawaii, get a whole new life. Cause I feel the breeze just like a second. 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已经到成都了。我现在在酒店，因为我女儿现在在那里睡觉，所以整个房间只有这一个亮的地方。我就借着这个微弱的光，跟大家简单的唠叨两句。回去之前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拿起相机了。我们订的是4月19号回国嘛，本来川航的机票是半夜2点飞，所以我们给我们家阿姨订的回台湾的机票呢是1点55飞，我们就只差5分钟就
阿姨也可以帮我们在机场带一下。结果航班自己改到了第二天的下午2点，所以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两个人要多带 Kayla 12个小时。最近一直没有拿相机记录 vlog， 也就是因为回国前要准备的东西有很多，尤其有宝宝了之后。这次我们回国带了4个托运的行李，然后手拎的有一个他的伞车，有一个随身的行李包，有一个妈咪包，还有我和我老公独自的包包。这次的旅途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艰辛。我们这次还是决定飞成都，因为没有飞东北直飞的飞机，飞北京呢也是需要去郑州转一下，所以说温哥华要么就是飞上海，要么飞成都。我们只在这边待一晚上，带着 Kayla， 我们三个住一个大床房。自从带了娃上飞机之后，这个娃好像并没有那么难带的感觉。 Kayla 一路上还算给力，现在回国还是需要核酸报告的。其实我有提前一周就约好核酸的时间，然后是4月18号早上，结果我就睡过头了，就给他忘了，因为那天要自己带娃，可能有点太紧张，就直接忘记了。结果当天晚上想起来，第二天中午就飞了，我就赶紧联系。其实大家不用担心，现在无论是机场也好，还有一些做核酸的站点，他们都可以加急，有一个小时就可以出的，好像一个人是350块钱。到了机场 check in 之前呢，还需要排一个核酸的队伍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顺利的过安检登机。我这次给克拉带了好多的水奶，因为孩子的口粮是最关键的。如果带娃上飞机比较重要的，一是伞车，伞车其实都还好，主要是背带。如果你没有婴儿车的话，背带真的非常方便。然后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是过来成都来接我们，都在这个酒店住一天晚上，第二天我们再飞回去。然后现在国际航班到达成都都已经不在双流机场了，都改成天府机场，所以说这次我们就没有往成都市区，就在附近订了酒店，也挺想给大家推荐一下，它叫云翔酒店。因为我觉得很多会飞来成都的人，他都不是目的地是在成都，都是可能在附近的城市啊。如果要留宿一晚的话，在天府这边这个酒店我还真的还蛮推荐的啊。宝贝醒了，我大概把那些小视频放一下，反正这个酒店就是很新很好，然后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，价格又不贵，600-700块钱这样一晚上。就这样，明天我们就回东北了，就不再不跟大家多说了。我们刚订了外卖哦，宝贝在哭了啊。好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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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我这次带了一套就是想要淘汰的睡衣，然后来这个酒店穿，然后这样就直接给他留在这里了。哎呦呦呦呦！现在是晚上10点多，他点了一个烧烤，还有小龙虾，我点了曹氏鸭脖，它像是麻辣烫还是麻辣拌一样的东西。都是那种辣卤的鸭脖，还挺新颖的，我之前在抖音上看过，第一次吃，然后据说是非常非常辣，我点的是微辣，他们那些挑战辣的人都是特辣。次日清晨来酒店吃个早餐，样式非常多，我很满意，又准备候机了。成都飞往沈阳，我的 K 宝真的给力，老母亲很欣慰，一切都是新鲜的，好奇宝宝一直在东张西望，看看我宝坐飞机多兴奋。刚刚完成了国际长途，现在觉得国内短途完全没压力。Hello， 大家看到我后面这个家具，大家眼熟吗 ？Yes， 我终于回家喽。上次录视频应该是我在成都的时候嘛，然后回我老公家待了一周，就带孩子给爷爷奶奶家里人看了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回我家了。现在休整的也都差不多了，今天终于有空举起我的相机跟大家 say hi 了。回家的感觉太好了，一回家全家人都来我家来看宝宝，而且回到家之后，我妈妈也是把所有的东西，就宝宝的东西已经全部都装好了。衣物啊口水巾什么都已经洗好烘好，奶瓶也都已经消毒，就是大家懂吗，就有妈妈的感觉就是完全脱手，就非常爽。然后现在国内的阿姨呢也现在已经上班了一周多了，快2周了吧，也适应得很好，基本上我是可以脱手了。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我放松又快乐的时光，接下来就跟大家 vlog 我的国内生活咯。草莓怎么上镜子不要吃了，K K， 小 K， 嗯，是草莓呢。
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现在已经是很晚很晚，哎，没有很晚，现在9:30，然后我女儿现在已经睡觉了，所以我说话稍微小一点点声。她收到了一个包裹，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跟大家一起开箱。她呢是来自新中式的童装品牌年一寄给我的，那它超有中国风的。这是一家属于小朋友的时尚品牌，特别有中国韵味，保留中国传统元素的一个品牌。里面有很多种衣服，都包括汉服啊、旗袍，还有那些平时可以穿那些比较开瘦的服装，上面会印有一些很有品牌特色呀，包括很有中国风、中国韵味的一些图案。我觉得现在这种新中式的风格非常流行，很多宝宝妈妈肯定也和我一样想忍不住剁手。重点呢是他们现在已经拓展到了海外市场，所以说那身在国外的宝妈呢也很方便购买。这次我选择了几件衣服，一些呢是给我的 Kayla baby 的，然后另外一些呢是给一个小小的外甥女，她也是超可爱的，正好这次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模特。因为他们家的衣服基本上的号码最小是90到100， Kayla 现在一个8月龄的小宝宝，他现在也就穿70-80最大了，所以说呢我就打算自己先买好， Kayla 再大一些的时候穿。第一件是长这个样子的，我超级可爱是吧，质感是非常不错的，你看这上面全部小细节都是这种刺绣的，很有立体感，这个这个面料小孩子穿上舒适度应该是很高的。第一套整体的这个色彩呢是契合唐宫主题的，比较讲究这个腰头上有双鱼的这种刺花，后面是一体的这种拉链，所以穿脱也是很方便，里面都是有这种内衬的，有点像纯棉的材质，外面是类似于雪纺，所以说它呢就有一定的垂坠感，而且夏天穿也是比较凉爽。然后第二件呢是那种类似于汉服，但是也是唐代的那种服饰，好仙啊。然后选择了一个是黄色的，这个后面带着这种古代公主的那种披纱，我感觉特别的仙气飘飘，它是长这个样子的，蛮重工的，同样前面是这种带刺绣的，配色是这种杏仁黄配上这种像牛油果绿色，这种搭配呢就很有唐代气息。这个丝带子呢都是用这种珍珠纽扣拼接的，所以说都可以拆卸的。下面的裙摆呢也是有很多层，哇塞，它有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最里面这层内衬呢，这个是雪纺的质地，看起来层数很多，我觉得就是在春夏穿也是 OK 的，风一吹，这种丝带飘飘的感觉，小孩子穿这个真的不要太仙。第三件呢，就是两个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处，也是超级好看的一个，反正我都是统称它为汉服。这个穿脱有一点不一样，领口后面、后脖子这边是有一个扣子的，这个和刚才那个上衣比起来呢，就少了一层那样的纱，但我觉得会稍微薄一点点，就是现在这个季节穿，就反正我们东北是 OK 的，好可爱，我都想跟她穿母女装了。每件衣服上面这个腰头都是刺绣，要么就是这种小兔子，这种雪兔绣花，要不就是那种双鱼绣花。它这里面还有赠送了，就是同款的这种袋子，应该是可以披在上面的。哎，我现在迫不及待让我女儿长得这么大给她拍照了，真的很好看。然后下一件呢，就是纯是小公主仙仙的，在宫里做公主的那种，前面是绣花的图案，整体的配色又是粉色，然后配上腰头这边的绣花，那种少女很小公主的感觉。我目前拿到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很有垂坠感，并且不是那种非常厚实。然后下一件粉色那件差不多这个样子的，只不过它前面这个腰头是这种明黄色，就有点像唐代的那种娘娘，全粉色的给人感觉就是比较淑女，比较小公主。多数我选择的都是这种撞色的，比如说黄色撞粉色呀，蓝色撞粉色呀，这样在小孩子身上会更好看，更有个性。前面的腰头刺绣呢就是花开富贵。我最后一件汉服想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这个细节，刺绣的真的很好看，里面这个内衬材质呢是有雪纺，有玉兰绸纱，然后外面这个是星星纱和绒雪纺，里面对于孩子来说是亲肤的，而外面呢既有一定的支撑效果，也有一定的垂坠感，看起来也是蓬蓬的，真的很好看。下一件呢跟前面有点不一样，给大家一些新鲜的元素，就是一个旗袍，这个也是很可爱，就既有着中国那种古风的韵味，上面的图案这种小鱼还是比较可爱，底下还有象征着 Kayla 属相的小老虎，而且它旁边呢是这种泡泡袖的设计，会显得小孩子就更加可爱，而且我很喜欢这个深蓝色和这个明黄色撞色的感觉，就非常好看，东方和西方的一个结合，把东方的这种含蓄典雅的旗袍和西方的这种泡泡袖组合在一起，就非常适合小孩子。下一件呢也是一个旗袍，这个旗袍相比刚才那个呢就更加的淑女，这个真的是有收腰的设计，后面在腰部这边呢是有一个松紧带的，但是不会很紧，所以不会勒到宝宝。这款旗袍的袖型呢就和刚才泡泡不大一样，这个是叫郁金香袖型，所以说不管是穿着还是挂着，它会始终保
保持的这个样子。前面的图案呢，也是他们家比较招牌的一个小兔子。这些旗袍相对那些汉服来讲呢，就更加薄透，就是只有一层的这种，所以更适合夏天来穿。下一件也是一个旗袍，这件更不一样了，它是有一点丝绸的感觉，它是有两层，内衬是一个纯棉的材质，然后外面是这种比较丝滑，有点像丝的，所以说看起来呢是很有层次感的，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收腰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件了，最后一件我选的就是比较casual的那种服饰，就是一个小连衣裙。我猜这个是有点小毛衣裙，我以为它是纯棉的，它上面就是一个粉色的毛衣，然后也是类似于唐代服饰比较高腰的那种，一个蓬蓬裙在下面。我这次也是特意选择了一个比较日常的服饰想给大家分享。这件我觉得刚入春或者是在秋天穿还是不错的，因为上面是这种小毛衣，而且也是这种泡泡袖，就灯笼袖的设计。它这个毛衣我感受了是非常柔软的，就是小孩子设计的衣服，这个其实大家毋庸置疑，就是一定是非常亲肤很舒适的。就我会喜欢这种中国传统的服饰，但我不会自己穿，原因不是因为我不喜欢，是因为我可能有一点不太好意思穿出门。所以这个时候利用你女儿的时间就到了，就可以给你女儿打扮成这种你想要的样子。小孩子穿这个真的太可爱了，而且他们还有一些红色的衣服比较适合在新年穿，尤其像是我们长期生活在国外 Kayla 这种在国外生活长大的宝宝，就更想给他打扮啊，穿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服饰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如果是国外小伙伴可以去看他们家的海外官网，我呢也是有自己的专属折扣码，大家可以享受折扣的优惠。Hello 大家，我们现在是在往大连走的路上。之前回国有跟大家讲过，我每年回国回来都会去大连，就找找朋友玩啊，因为那边朋友特别多嘛。前两天呢，我们在沈阳连打了两天的球，手打的全都是茧和泡。我们今天去大连打算待个一周左右，然后吃吃好吃的，也会约几场球。耶、yeah, 我们现在就要启程咯。这次住的酒店是这个东港这边的康莱德，然后给大家浅做一下 room tour。 右面是一个洗手间，这是我比较富丽堂皇的那种装修。我最近回国胖了好多，就是差不多快10斤，不吸着肚子这块就是一大土。然后这有个浴缸，浴缸前面有个电视，这边有个酒水台，这是一个标准大床房。其实它外面景色是很好的，是可以看到海的，但今天雾特别大，然后再加上下雨，我们是一路从晴天开到雨天的。所有的备品都是 Byredo 这个牌子的。我们现在准备收拾一下，然后稍事休息一小下，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准备吃饭去。刚洗完澡，最近晚上就基本上每天都喝酒，所以说每天早上都是这个状态，皮肤状态还挺好的，但是特别肿。我现在感觉我真的肿到鼻头和嘴巴都会大。但是最近发现了一个优势，就是感觉生完孩子之后，我的酒量变得非常的好。我之前真的没有很能喝，最近还是挺爱喝的，并且就是量还真的不错，就真没醉过，而且可以混酒的那种。但是这并不是什么可炫耀的事情，只是算是我生完的一个变化吧。看皮肤真的还不错吧，一是国内水我觉得和我皮肤就很合适，二呢也是跟我生女儿有关。现在准备护肤，然后一会儿化点妆出门，先去接个睫毛。看我睫毛已经掉的都差不多了，先去接个睫毛，然后吃个饭，吃我特别想吃的一家大连本地菜，叫松云居。去打个模拟器，因为明天下场。大连朋友打高尔夫的特别多，然后今天又下雨，本来今天也想下场的，所以说就想不惜任何一段时间都想去打打球。带了这么一小袋儿，带的就是这种小样中样。这几天出门绝对够了。
吃了饭，然后打了一会儿模拟器，现在来附近的一个叫 One Spa 的来放松一下，然后晚上又是跟朋友一起的饭局，这家环境真的还不错。然后就在这个民主广场这边，我们这个房间属于比较朴素的，有一个特别好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特别好看的房间就是这个岩洞沉浸式体验，还挺好看的。两Coty Coffee， 一杯黑咖啡给早上消消肿，不然前一天喝酒，第二天脸真的太肿了。这个是美式香辣热狗，自助酱料。今天是个大晴天，我们准备下场。那边就是海了。我们现在在红旗的东部，准备打第一洞。Rebecca 的第二次 Birdie Chance， Nice Birdie！ 好了，我们第三次的 Birdie Chance 了啊！ Nice Birdie！ 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打完球了，今天超级开心。今天是5月6号，在大连红旗谷的龙谷，连抓了两个鸟，是16洞和17洞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来吃一个辣的火锅，叫山姐火锅。我们刚才吃完饭，然后在隔壁又是这个 One Spa， 昨天来过的这个，来按个摩。这家就是环境真的还都挺好的，然后按的也都不错。巨累，我们打的是那种山地场，所以说中间就走了好多爬坡的路，就像登山一样。明天终于可以 chill 一天了。有一个夹蜂巢蜜的杯狗，在这里面是一整根橡胶。你说，这咋能活着？真的就是，我那时候就靠面包维持生计。你知道咱俩为啥那么吐还不瘦吗？就因为你爱吃面包，我爱吃面条，都长胖了。上高铁了，我今天没有带相机，在后面的箱子里。我今天就要回哈尔滨了，回家赶紧看看女儿，好想她。想着回家，因为过两天是母亲节，给妈妈过一个节日，然后再出来玩，出发回家。